想挂脸上糖豆。这抉择莫叹天涯落寞，在午夜笙歌曲终离了散了，终究难许合。朝似花暮似火，诺言像雾气散播，天未老人心破，谁能锁得真心火？纵然相思满额，白发小人莫，执手相看泪眼睛婆娑。念你转身刹那烟火，心难舍得，愿你此生苦难别，重新来过。一曲年年岁岁日月，仍然蹉跎，归来秋风萧瑟，叹一句西河。烟香雾气散播，天未老人心破，谁能锁得真心过？纵然相思满额，白发小人莫，执手相看泪眼睛婆娑。念你转身刹那烟火，心难舍得，愿你此生苦难别，重新来过。一曲年年岁岁日月，仍然蹉跎，归来秋风萧瑟，叹一句西河。念你回眸一笑为何，只剩难过，愿你此心不改，回忆还记得。相顾不愿乱红唱一首情歌，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支古典舞蹈，名字叫夜阑情歌。下面我们开始动作分解。第一组动作，正面演示，准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八、五、六。七，直到第七拍，背面分解，准备动作，右脚小踏步，左手手心搭在右手的手背上。
眼睛正视一点，看一下手，轮臂，右手出去，带回来，左手盖起来，右手从后撩起，勾起脚，然后连起来，一、二，一拍一下，三次的时候，三，重心往下沉。右脚插出去以后，左脚提起来，看见没有？然后左脚要放在右脚的后边，重心往上提，中转一圈，五、六，下蹲，七、八，这个是五微蹲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手，拉起来以后，看双手从下开始往上掏出去，向两点方向掏出去啊。三，重心提，四，五的时候一个小五花，边转边把小五花起来，倒三位，蹲下来的时候，啪，双手微微的打开，右手高，左手低。半蹲就可以，上身略微的向右边倾斜一点。那这组动作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的时候，你眼睛看手，四、五，重心往下沉，然后再起，七。八，打开眼睛看左手，二三四的时候，脚一小跳踢，右脚踏踢，左脚踢出去，向两点方向踢出去，蹲脚尖，三，蹲脚，四，八，把手连起来，双手在跳踢的时候。膝盖打开，搭，踢，撩过去，同手同脚撩过去，一个手，三，两个手，托起来，四，勾，大的时候往下落，五，六，七，手尽量向右延伸，眼睛看右手方向，我们把屁股连起来，五，六，七。八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二，三，四，八，五，六，七。第二组动作，正面延伸，预备，五，六。七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二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打八，三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。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背面分解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组动作的脚。第一个动作，这是准备动作。第一组，右脚向后退，身体面朝三点方向，双手托起。手心朝上托起，一开动作的时候，你看一托起来，二的时候，左手的手背往后拉，拉过来，从十拉的时候，右手翻成手背搭，眼睛看向正前方，这个姿态是要有高低，然后放下来以后转过来。
左脚，然后呢，这个小朋友十个进去啊，弯曲膝盖，哒，这个时候跳舞方，左手肘抬起来，身体要形成一个拧的感觉，好的，好，落地以后，左手抛出去一个大圈，拉回来到膝尾，哒，勾一下右脚。落地以后，顺势带着转过来，左手、右手掏起来，左手按，右手掏出来，然后呢，把重心往把腿方向擦地出去，擦出去到，双手重心起拉起来，转过来。
拍是相同的，从第二个八拍开始改掉一些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八拍就会重点分解。然后呢，我们来演示一下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八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对你来理解一下，放松。第一个八拍我们就不说，直接从第二个八拍开始，预备。前面相同，一打开，二踢出去，三的时候一错步，错步的时候左手绕一大圈，要紧，预备，一错步啊，走，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一样的，只是不勾甲，七、八。好，三二三四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脚，右脚触步，向着七点方向，和向着八点方向去走。听好了，身体带子要向八点，向八点方向拧。你看，一、二、三，回过来，再来一个，看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以左脚为中心。提起来转一圈，使用身体来带啊，腹部由身体带，啪一下收脚，左脚往后踏一步，往左边踏一步，竖胯。我们来把手连起来，出脚的时候手是小五胯，对，打开，对，行，一、二、三，打开，四，两拍，五的时候。身体有一个起伴动作，准备转了啊！左手收一收，好的，啪一圈，转回来以后，右手绕一下，左手直接打开，三拍，然后三二三四的时候，四二一手按一手提，左手要远处按回来，顺着。左脸右脸颊，哎，右脸颊给它绕回来，按下按下来。三次的时候，一个大的，平手大，大右向小五花，右向是一个平手，很大很大大，大到一起就像小五花一样。落下来，再轻轻往下落，大提，啪，两眼方向。落下来，把整个重心这个啪落下来啊，提起就落下。我们把地图动作连起来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的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，一步退一步，二退两步，三下，脚提起来，跨出去，大踏步落下来，五六七八。第四组建筑动作，预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对面动作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就不重复。然后我们从第一组动作来分解一下，预备。首先
新弹响准备动作。我们刚刚要提醒大家说一下，就是第三拍结束的准备动作，双手形成一个直角，这是一个直角啊，不是打开的七位啊。首先大腿部准备好了，起来的时候一下子把重心吸起来，转过来，一面对八点方向，一落下来，一下两下，身体有左右的摆动，把手连起来，双手伸到前，交叉到前，打开，手心朝上啊，预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，落下来，一个手牵腰，三、四，两个手好，双放手，五、六，吸起，你看这个收腰吧，左脚吸起来，六，身体向右后方倒，倒一下，六，倒下来，七。八，落下来以后，右脚往后踏一步，二，撩起右手，二，你看这是又形成了一个直角，上，然后是左手的一个直角啊，然后你看三次的时候，双手晃一下，换一下位置，三，四，同样脚的那个感觉也是换一下的，倒腰啊。右腰，好的，五，立起来，六，七，八，转回，还是左手手心搭着右手的手背，然后接下来还是一样的，打开，一，落下来，二，跟这个是一模一样，我们就不重新分解，然后我们把这一整组动作连起来，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，手心推开啊，这个时候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夜微凉，秋微色，等你吟诵这抉择，莫叹天涯落寞，在午夜笙歌，曲终离了散了，终究难续合，朝似花，暮似火，诺言相无期散播，天未老，人心破，谁能锁得真心过，纵然相思满额，白发小人物，执手相看泪眼睛婆娑，念你转身刹那烟火，心难舍得，愿你此生苦难别，双心来过，仍然蹉跎，归来秋风萧瑟，叹一曲西河，相无期散播，天未老，人心破，谁能锁得真心过，纵然相思满额，白发小人莫，执手相看泪眼睛婆娑，
剩下那烟火，心难舍得，愿你此生苦难别重新来过。一曲年年岁岁日月仍然蹉跎，归来秋风萧瑟，叹一曲西河。明日回眸一笑为何，只剩难过，愿你此心不改，回忆还记得。想过无言